在之前的时候，其实辽宁这边就官宣了自己这边的新训练师，这个人就是华莱士，因为他出现在了队内的全家福中，所以华莱士这个点已经没什么悬念了。甚至在今天，辽宁这边继续更新了训练视频，这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华莱士训练双子星。其实对于华莱士来说，他训练过 CBA 多位明星后卫，他对于后卫线的培育非常有心得。辽宁签约他也是为了强化这两个人。 在第一堂训练课的时候，华莱士居然只是教了一下胯下运球。当然，郭艾伦和赵继伟也是乖巧，他们确实照做了。随后，华莱士暂停训练的情况下，郭艾伦依然在那疯狂进行胯下运球，这一幕直接把人给看乐了。他是真逗比，赵继伟都看傻了。不过这其中出现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辽宁官方在训练的时候特别标明了这么一个话语：不涉及品牌侵权，非正式训练拍摄。 毕竟之前郭艾伦被 CBA 重磅罚款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需要注意各个方面。之前 CBA 的处罚也算是获得了成效。不管怎么样，在第三阶段，郭艾伦和赵继伟可能会迎来蜕变。其中，对于郭艾伦来说，他在本赛季的进步就非常明显。你要知道，郭艾伦的三分已经完成了蜕变，而且中距离也有突破，还强势。他在球场上已经变得极为全面，期待他的进一步蜕变。 至于赵继伟来说，他的老毛病还是存在的。如果在面对高强度的防守之下完成爆发，这对于辽宁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双子星可以在半决赛甚至总决赛的时候一起爆发，他们的统治力会提升到一个档次。